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侵略中国，而我们面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却只能用血肉之躯与钢铁搏杀。就是因为我们穷，没有足够的军费，而想要彻底打败日本鬼子，仅仅靠勇敢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军费更好地武装自己。因此，上级委派你。 担任招远抗日游击队32大队政委，开展虎口夺金行动，向延安党中央密送黄金，以解抗日军费的短缺。这是关乎抗战胜败、国家存亡的大事。 共産党の遊撃隊こと聞いてこすりやがって対抗もできず日本航空のメンツが丸つれだ。はい、黄金が帝国にとっていかに貴重なのか分かってんのか。はい、お前は中国通だろう。中国に良い言葉がある。 待ちか駒なら殺す、人である。この言葉の意味を分かってもらいたい。力を尽くし、共産軍30人連隊を撤退排除してこい。できなければ、てめえは軍事法廷、いぎったぞ。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必ず邪魔の粛清し、 黄金の欠片一つも発射するなんて手に渡せません。さもなければ天皇に切腹し謝罪します。お前は共産の地下組織に対抗できるようにドイツ産の最新金属探測機を廃止すると。俺が上と仕掛け合ってくるのだ。忘れるな、絶対に黄金の欠片一つも漏らすな。分かった。はい。 諸君、怖がるな。慣れれば大丈夫だ。お前は言葉で働いてくれる。俺は軍刀を使う。やり方が違うわ。天皇に忠誠を捧ぐためだ。はい。太君、行っちゃう。 太君，你慢点！哎，太君，别动！这是谁的药材？没啥值钱东西啊！太君，你要收什么？我帮你。哎，太君，太君！太君，报告です。别给，谁给？嗨，急送。 太君，你来明证。よし。
타진. 타진. 过来。타진。过来。타진。过来。啊，是俺娘送俺的。王八蛋。莲儿。救我。你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怎么办？鬼子那卡车在前面树林突然停下了，走！大哥，咱们不向上面请示一下吗？请什么请示？请示完人都没了，先把人救出来再说。跟我走！我可以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告诉我收过的黄金藏在哪，谁就能活命。现在他们都死了，你告诉我，没有人会知道的，而且你可以受到帝国的保护，享受荣华富贵，那你也得松了绑再说吧。杀一个正门，来，往这儿捅，往这儿捅啊！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中国人的心是什么颜色的。捅啊！捅啊！建国，没事吧？好好的，没啥事。我还怕我来晚了，国长。発動軍遊撃隊30人大隊は我が軍の保養に入りました。ようやくかかったな、砲撃多い。しかしうちの隊員も車体範囲内にいます。我らの選手は今日の行動のおとりだ。出発前に天皇に忠誠を尽くす覚悟できている。30人大隊は死神中の虫である。何としてでも奴らを殲滅せねばならん。実行しろ。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我想听一首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您稍等。谢谢。毕小姐，那位先生想听贝多芬的《命运》，问您可以吗？麻烦你转告这位先生，我们是一支小型的乐队，无法演奏那么气势恢宏的乐曲。好了，毕小姐。先生，毕小姐想，他们是一支小型乐队，无法演奏出这样的乐曲。没关系，欢乐颂也可以。毕小姐，那位先生说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也可以。转告那位先生，可以。いえいえ、自分でいい。将軍、どうしてこんなに緊張しているのかね。まだ未だに B さんのことを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か。あ、いえ、すぐに終われた。ただこれを慣れてませんでした。はあ、よし、お前たち下がれ。E さんと別れたのは我々皇軍と協力したくないからかね。あ、いやいや、私は日本に留学している。それはハズノ軍と国軍に秘密してる。別れの原因は彼はそう思う、俺は臆病だからさ。権力も勢力もない。ハズノ軍のことも男の性しかある。そうか。いいぞ、後で一緒に彼女に会いに行こうか。ここで何をしてたんだ。太君问你来这儿干什么。听音乐。音楽を。どんな音楽が好きなんだ。太君问你都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三交响曲英雄，都要下课的第九交响曲自寻大陆，莫扎特的 G 小调第四十号维特，海顿的第九十四号惊愕，还有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四十一号朱比特。火车。你好，燕英同志。你好，我是新任抗日游击队32大队政委张干。张干政委，您好。原定的是到秘密收购站接头，但是发现日军把那儿给封锁了，所以按照原定预案，我只好找你接头了。现在日军对黄金的掠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的地下收购站和交通线都被他们破坏，这里是仅存的一个秘密的联络站。张政委，跟我来。这里就是黄金的秘密储藏点，
现在日军对出城的人和车辆盘查得非常严，想把这批黄金带出城恐怕很难。再难也要运出去。我记得我的上级曾经对我说过，一个战士的信仰就是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牺牲。站住！哎，老总，老总，车上拉的什么呀？你也看见了，这是粪车呀，等着给庄稼施肥用的。回去，回去，回去，不让过啊！别呀，老总。八哥，中に何か入ってるんだ。太君，太君，来来来，你过来看看，这是粪车，装的是大粪，给庄稼上肥用的。不信您闻闻，你看，嗯。やろう。今後車両回収を禁止する。是是是是是。太君，哎，长官，您替我们说说好话吧，让我们过去吧。不是你这人，你是眼睛瞎呀，还是怎么着？啊？看见那位太君手里拿的是什么了吗？那叫金属探测器，甭管什么金银铜铁，那是一探就能探出来。别给自己找麻烦，赶紧回去。啊，好，上上车来。啊，走了，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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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们有一个外线被鬼子抓住，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了，因此池野知道秘密收购站有一批黄金藏在城里，因此他是不会轻易让黄金外流的。现在看来，用常规的办法想把黄金运出去是不可能了。是啊。嗯，老妹，这新说到特别来的来电。鉴于现在的形势异常严峻，上级批准了你的计划，启动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赤金同志，配合你的行动，行动代号赤金。明白了，我马上和赤金接头。長谷野君、どうぞ。Pさんが弾く音色は心に響いてくる。いつも俺たちが3人で日本で勉強したところ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そうね、あの時のことは確かに忘れがたい記憶だけど、戦争のせいで何もかも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私たちも徹底的に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わ。いいえ、実は戦争だってとても素晴らしいことだ。人の本性を解放してくれるんだ。あれは男たちのことだし、私は音楽のことを考えるわ。Bさんの言う通り。さあ、音楽のために乾杯しよう。よし。保護します。入れ。長谷野少佐、解読した八六の展望により、矢沢は近々中陣計画を実行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中陣？続けて聞け。その計画の具体的目標を調べてくれ。はい。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乡下人不懂规矩。你找谁？不找人。找冬眠熊胆做药材。那你找错地方了。对不住啊，乡下人少见识。我不怪你，人无完人嘛，金无足赤。赤金同志，你好。你来干什么？今天是你生日。我已经是王国奴了，没有资格过生日。玉慧，别叫我的名字，你不配。我知道我做的事情你不能接受，可我只想跟你说，我真的很在乎你。别说了，你先说这样让我觉得恶心。人不但要活个生死，还要活个对错。请你离开。太君，哎，卢掌柜，让伙计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吧。哎，好，哎，停了，停了。太君有令，所有的黄金一律不许交易，必须通通的上交，否则格杀勿论。啊，好，好，好。三，哎呀，孙长官。这钱儿个不是刚刚来过吗？太君，这儿啊，我们前两天刚来过，什么都没搜着。是、啊。好，行吧，阿里巴巴。你看，什么都没有，那走吧，走走走走走。站住！孙嫂，把你手里的东西拿出来。把这儿，对不起，太君。把这儿，到了。是。呸！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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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么给他们卖命啊？这帮小鬼子，他们说翻脸就翻脸呢。大哥，依我看，咱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咱不能既当着孙子还受穷啊。是啊，我有个计划。真的？小姐，这是你的琴弓，已经修好了。给您钱。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冬眠的零号交通线请全部唤醒，可以行动。哎呀，哎呀，老总，哎，你们
什么得干活？给家里老人送过寿材。啊，你好，老总。哎，老总。打开。啊，好好。哎，打开打开，给老总打开。哎。老总，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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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进棺材啊不吉利，晦气啊！我来，我来。哟西，哟西，大哥。什么都没有，你看，人可以走，车留下。哎呦，哎呦呦，老总，我跟你说啊，要想活命，就赶紧给我拿着钱走人。哎呀，这你往那边看。啊，哎呀，我不管你是姓国还是姓贡啊，我就是觉得这口棺材的木料不错。哎呦，那做个顺水人情啊。好，哎，不是老弟兄们走了。鬼子查得非常严，秘密收购站的3000两黄金想要常规手段运出去是不可能的了。明天我们要运金出城，你可以向孙长贵告密，这家伙做的坏事太多，想要捞一笔给自己留后路。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这一点，让他帮咱们把黄金运出去。刘队长，刘队长，哎呀，张政委。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到来啊太及时了。刘大队长，我这次来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出于战争的需要，鬼子对黄金的掠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光靠勇敢是不行了，得靠智慧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给我们带来智慧。队长啊，咱什么时候下去啊？哎，你来正好，别着急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张政委，这位呢是……不用介绍，秦二愣同志，对不对？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你听说过他？我这么有名？哎呦，太有名了。行了行了，先说正事儿。关于这个情况，咱们俩回头单聊。啊，队长，啊，我想带我的人先下去，替我死去的几个弟兄报仇，要不然我心里头咽不下这口气。什么咽不下去这口气？啊，又想胡干了是不是？上次的教训你是不是忘了？要不是你擅自行动，我们怎么会牺牲那么多好同志？忘了？三军大将正確にじゃ特定できたか？まだです。バカ野郎！はい。三军大隊を殲滅しなければ厄介だ。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構わん。ともかく全力で潰すんだ。わかったか？はい。据我掌握的一些情况，池野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消灭32大队。就是要彻底敲除啊他们黄金运输线上的障碍。可是我们现在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不仅是牺牲大，关键是收效太小了。要想完成任务呢很简单，只要发现他们运黄金，那咱就抢。抢？二乐，过去呢我们抢劫鬼子的运输车主要是趁他们没有防备，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鬼子是重兵押运，有机会吗？我管他有没有机会，打仗嘛，那就是打。那你说，那除了打还有什么办法？办法，我还真有。开矿。啊？这开矿？对，开矿。世新同志提供了一个情报，你们看，这是这个金矿的勘探图，沿着这条金脉就到了岭南金矿的后面，这是一片乱坟岗，
是黄金的最佳的开采地点。你说的这个位置啊，虽然比较偏僻，但是有一点，这个伪军啊，时不时会过去巡逻一趟。我们要是在这儿开矿的话，那迟早是会被发现的呀。哎，二郎，嗯，传说这个地方经常闹鬼啊。有鬼，真有鬼。你还别说啊，这个二愣装鬼的装的是真像。可以可以，小把戏小把戏，见笑了，又谦虚了。哎呀，我没穿咱们这身衣服之前我是干啥呢，你们全知道。弄点东西啊，怕人惦记，就藏起来。往哪放啊？就放坟营地呗，还怕人去找，所以就让弟兄们装神弄鬼，那撒什么常去。哎，这一次派上用场了吧。啊，不过这次伪军的枪不响，那可是真神呐。赤金同志，为了配合我们将这场戏演好，特派他的下舰马成同志把伪军的实弹换成空炮弹。但是我相信啊，通过这件事情以后，伪军只要是经过这儿，他肯定得绕着走。不过你说这个办法他能行吗？能行吗？你也不想想，这伪军啊干的缺德亏心的事儿太多了，他这心里头发虚啊。但凡没有鬼子逼着，我相信伪军只要是经过这儿的，他肯定得绕着走。二愣，准备炸药，开矿。弄炸药？那动静多大呀？那鬼子听了这能行吗？放心，我有办法。同志们，不要恋战啊！咱们扔完手榴弹，然后就撤。是是是，听我口令，打！刘队长那边没动静了，同志们，撤！何事だ？遊撃隊人間健康を襲った。八路軍同盟め目障りだ。東海内に奴らの駐屯地の正確な位置を特定し、殲滅しろ。さもなければ天皇に切腹し謝罪しろ。はい。哎，老刘，你看看啊，这品相真高啊。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矿上都是这成色的话，那妥了呀。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开采。这样，啊，我带人呢，时不时的骚扰鬼子一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好。娘，娘，来。哟，二愣来了。娘，我娘呢？你娘得了大败的发高烧，怕是不行了。啊！哎，二愣，娘，娘，娘，你睁眼睛看看，我是二愣，你别吓唬我。
我钱二愣子这条命是你们二老给的，从今以后你们二老就是我亲爹亲娘。爹娘，给你们磕头了。爹娘，大夫怎么说？大夫说啊，只能用那叫什么什么奎宁的西药才能救你娘的病啊。可眼下这日本人对药品查得严，根本买不到这种药。我听说啊，即使能买到，也得用金子呀。二愣，你咋来了？进城弄药，我娘病了。咋了？啥病啊？严重不严重啊？哎呀，大摆子挺重的，得要弄的那个奎宁，还弄不到，恐怕也够呛。那弄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到黑市都转了，人家说弄那个得要硬通货，正好碰上你了，你批点金子呗。不行。为啥？二愣，咱这些金子都是同志们拿命换来的，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利。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这些我都懂。我要是金子，不也是救命吗？你就说你批不批吧。原则问题，不容商量。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也没用，瞎打工。我们在岭南矿后面掏的矿洞，开采出了高品质的矿石，但是炼金用的汞严重不足。岭南金矿选矿科有个技术员叫宋勇，那是咱们的人。你想法跟他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把工搞到手。好，可以。爹，哟，回来了。我娘怎么样了？连水都喂不进去了。真是不行了。儿子，对不起你。救你的药儿是要拿黄金去换的，可儿子手里的这些黄金都是公家的呀。是多少同志拿着自己的生命去换来的，而不能啊。小的时候，您就告诉我，别人家的东西就是饿死也不能去拿。您不会怪我吧？娘不怪你，你说的对，娘不怪你。娘，你醒了？哎，爹，娘醒了，来，爹。醒了，醒了，娘，你醒了，醒了，这药可真灵啊！你娘有救了。药？什么药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奎宁的药。谁拿来的？二愣送来的。老婆子，你醒了。金子是我拿的，咋了？你私拿黄金，违反军纪，来人，把他给我绑了。谁敢？你想干嘛？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呀？放下！反了你！干什么？老赵，我已经向上级说明了情况，上级指示，
现前浪抗日有功，但这次呢情况特殊，现撤销前浪抗日二分队队长职务，留用查看，以示惩戒。 你不是赵村的二宝吗？对，啊，来坐下吧。啊，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炼金需要大量的汞。我过去利用外出查看水泵的机会偷运汞，鬼子已经有所察觉，现在再想把汞偷出去的机会，几乎为零。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情报，过几天就是鬼子的大会日，赤焰想利用这个节日到金矿上来捞汞。 赤焰非常喜欢夕阳的交响音乐，到时候他肯定会带咖啡厅的小乐队过来，所以你帮着拉大提琴的夜莺同志把汞装进琴盒里。汞很重，琴盒行吗？所以我们要对琴盒做特殊的处理。哦，明白了。翠萍。 翠萍呢？我问你，翠萍呢？上宜春院享福去了。你说什么？我的闺女，我愿意，你管得着吗？你这干什么？别！我求你！ 求你饶了我这条命吧！怎么说，我也是请翠萍他爹呀！我是来帮您修琴盒的。麻烦你了。应该的，小姐。琴盒在这儿，琴盒怎么了？ 阔太没坏啊，是没坏，我觉得有点旧了，翻新一下。毕小姐真是讲究人啊，难怪迟野先生会那么喜欢你。啊，伪军队长孙长贵是一个铁杆干警，等他把黄军运输成以后，赤金同志会为我们提供情报，想办法把他铲除掉。好，多亏黄姐。 队长，政委，正好你们都在啊，赶紧给我批10两金子。干什么呀？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让他那抽大烟的爹给他弄窑里去了。我赶紧拿钱请赎人呢。 等等，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已经真会开玩笑，但是大提琴了，难不成还是个人吗？看着就像是装了一个人。想打开看看吗？好，我看看。
怎么样？师傅，师傅，别开枪，别开枪！赶紧走了，有危险！宋杰书院，你在那里做什么？に侵入させやがって、お前の監視するぞ。林にここを封鎖し、検査をし直せ。不審者を見つけして撃ち殺せ。はい。大亮、功告到了。哎呀，太好了，可算是解决大问题了。叶英同志说，宋勇为了掩护他，牺牲了。多好的同志，怎么了？这个钱儿呢，昨天晚上私拿了100两黄金，带着他的人开小差了。什么？我呀，现在非常担心，这个家伙改不了身上的土匪习性，他万一要是投靠日本人怎么办？不会的，二愣和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但是他手下的几个人就很难说了。所以要尽早做防范，我们要护送练金点儿，马超转移。好，快。哟，大爷来了。翠萍呢？在呢。金子呢？哟，说话真算数啊，大爷。我也不含糊啊，从拿您走以后啊，没有人碰过他一个手指头。顺子，带人。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腻歪了，验完货赶紧走吧。走。慢走。别动！别动！别动！どうだった？吐いたか？報告。こいつは看護で何も言わなかった。名前はチェンアラン。元山賊だった。今は上院遊撃隊30人大隊第2隊隊長。お前が黙っておけば何も知らないと思うな。你叫钱二愣，以前是土匪，现在是招远游击队32大队2分队队长。皇军对你的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有本事，你杀了我！杀了我！哎，彼は何も言わないから、さっさと殺してくれって。あることわざで。生きようか死のうかかなうわけないって言うだろう。そんな簡単に殺さないから。だが俺は陽気のある人を尊敬している。我々と協力し遊撃隊と黄金の隠し場所を教えてくれれば、これ以上お前を苦しませないし、逆にご褒美もあげるぞ。皇军说了，很佩服你的勇气。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よし。だったらお前の根性を見せてもらうぞ。
崔德贵。俊明，浪子，你放开他！你放开他！放开他！你们放开他！快点放开他！放开他！你们放开他！有人冲过来，我他妈杀了你！放开他！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东西准备的怎么样？放心吧，我都藏在那几个炸药箱里了。一会儿只要一打起来，我就趁乱把他们都埋起来。哼，就你小子鬼点子！快，快撤！站好，不要恋战，撤！撤！徐志军。先生，你到底的有啥？你要的东西都准备齐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太好了。林同志，这是赤青同志让交给您的。朱大到，你不用带枪，在宵禁关城门之前尽快出城，把这个交给刘队长，告诉他我们秘密收购的3000两黄金全都藏在这儿了，保证完成任务。快去吧。是，大伙儿都过来一下，我们安排一下今晚的除奸行动。啊，马儿啊，这次干得漂亮啊！我跟你说，我已经让家里人取货去了，等收到货，县城里跟你盘一院房，我娶个媳妇儿。谢谢大哥，大哥，来来来，我给您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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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上。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呀？我今天晚上就娶你，今天晚上就洞房，好不好啊？大哥啊，兄弟，我呢就不在这打扰了啊。您在这儿好好乐着，我就先撤了啊。走，走，娘，我走了，大哥，谢谢了啊，明天。我走了，大哥，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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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可以，慢走啊。刘慧，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出监。别别别，把枪放下。别别冲动啊！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对，但你也不能不念旧情啊。毕竟我们曾经那么相爱过。住口！亏我曾经那么爱你，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会是一个出卖国家、出卖灵魂的汉奸。我也是没有办法。叶同志，叶同志，这里交给我来处理。不，我必须亲手杀了他。你干什么呀？让你是把他约出来，不是让你对他开枪。枪声一来，鬼子马上就会出来。快，带他撤离。是啊，走，走，走。呆子，うすな。俺だ、俺だ。最悪の勝利です。狙われている。老爷，啊！请进。諸君、苦労をかけたな。彼が君を殺したいなら、君は我々の仲間と言える。そうだな。君に保証する。今後こういうことが絶対に起きないように。報告。入れ。長谷の少佐、昨夜長谷君の祝祭が暗殺行動を行いました。殺されたのは維持会会長の孫昌夫、公設軍治安隊隊長の孫昌貴、保健会会長の黄德智、暗殺できなかった通訳の張さん。主人公では狙いは裏切り者の主催だと思います。主人、中国語で喫水の黄金、粛清は黄金の中の異物を取る。意地あるな。異本への勝負の証言をもとに奴らの似顔絵を描いた。こちらです。よし、粛清するならでかい贈り物を用意してやる。俺の命令だ。あれの公共軍腕隊隊長に任命すると伝えろ。はい。長谷君、この張二郎、皇軍に対する忠誠心はないな。忠誠心など試せばわかる。中国人は大体エゴイストで、目先の小さい利益しか見えない。信用できるわけない。あ、張君、悪いけど許してくれ。張君は高等教育受けたから、奴らと違う。哎，咱们大家停一下。今天啊，是咱们这个店呢开业一周年，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一年里面对我的帮助。我决定啊，咱们歇业半天，我请大家去迎宾楼好好庆祝一下。谢谢老板娘，不用谢。那咱们就把乐器放下，走吧。好。この人の名前はジャンガン、八路軍三十二大隊の政治人に任命されて間もない。主人計画に関わ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どこの出身だ？わかりません。奴らの個人情報まだ把握できてない。多分陳雨桐です。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は鎮西先鎮は、もう一つのことわざはパオダリオホシャン、パオブリオミョウ。神宮島に行って承認を捕まえてこい。30分おきに一人を殺す。八郎軍は自称人のための部隊だろう。なら今から一人ずつ殺して、ジャンガンはいつ顔出すか見てやる。はい。待て。捕まった奴らを公共軍保安隊に連れて行け。この悪者は新任の戦隊長にやらせてもらう。わかりました。入れ。長谷野さん、下がっていいぞ。はい。なんでここに。お前の正体がバレたら前の取引は全部無駄になるぞ。緊急事態だったので直接来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次がないぞ。はい。行ってみてくれ。何か新しい状況は。疑問の確認が取れました。ピーユフイとチャオシャオヤーは共産党の情報員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証拠あるのか。彼女たちのバイオリンとケースをこっそり調べさせたら、中の組織が変えられていました。やはり思う通りだな。あの選考官の技術員はわざと自分を暴露し、その時から彼女を疑っていた。あとあの時喫茶店で出会ったジャンガンは彼女たちと会うために行ったんだ。その通り。でも知人計画はおそらく粛清だ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思った通り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で、それは陳人ルーブ。すでに罠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のだ。楽しんで待ってればよい。也不知道是得罪了谁，冲我打黑枪，多亏我命大。打偏了。玉小姐来了。啊，赤野君。请坐。我最近学了一首二胡名曲《良宵》，在两位面前献丑了。请毕小姐多多指教。赤野君的二胡已经烂得炉火纯青，我已经没有资格指教您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干嘛呢，大哥？找小子。哥，你这么早进入洞房呢？你这饭！别动手啊！哈哈哈哈哈！
赤野君，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对对对，赤野君，我也该告辞了。将军负了伤，是应该先回去休息了。叶小姐，你留下来再陪我喝几杯。赤野君，您今天也喝了不少了，不如我先送玉慧回去。不必了，我会派人送玉慧回去的。那我先告辞了，告辞了。再喝。赤野君，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能再陪你了，时间太晚了。站住！赤野君，你放开我！你喝多了吧？放开！毕小姐，我喜欢你，今晚留下来陪我，做我的女人吧。放开我！小姐，赤野君，你有刀有枪，我一个弱女子的躯壳，你随时都可以拿走。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得到你想要的，你最后只能得到一具僵尸。苏坚，那他一定会用钱二愣来做诱饵。我们没法确定钱二愣到底会不会反水，所以此去必是凶多吉少。明知是圈套，我们也得必须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分散赤野驻守稽查队的兵力。赤野自以为抓住了我们的要害，那我们就顺势而上，想办法除掉这个要害，打他个措手不及。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赤野已经开始怀疑夜莺，只是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他想利用夜莺传递云锦的假消息。我已经利用赤野的信任搞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帮助夺金的同志顺利出城。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絶対に三十二団体を攻め散らせます。いいぞ、もう一中羅を出して協力させ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いか、今度の行動はしくじるなよ。はい。这位小姐想当点什么呀？我有个镯子，想请老板您给我估估价。哦，好，请小姐到里边来，让我们的鉴宝师傅帮您看看。谢谢你，请。打开。明天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来了，叶莺同志。这是鬼子运送黄金的时间和路线。小七，有，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刘大队长，设伏接车。是。老卢，这是你明天的任务。明白。叶莺同志，明天你和小赵同志在北关的城隍庙等候撤离。是。
其他同志，明天跟着我到伪军的治安大队继续出剑。是。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大哥，日本人抓了好多老百姓到咱们这儿来了，小野他一叫就出去。 三儿，你说咱还有回头路吗？大哥，你都带小鬼子把三十二大队老窝给掀了，还有什么回头路？你敢违抗命令，这些人全都得死！哟，慢着！你们要抓的人是我，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他们是无辜的。语气可见，只要你缴枪，我就立刻放了他们。 你给我死在这里！乡亲们，快走！快！等等！走！哎，太君，你什么意思啊？把枪交出来！把枪交出来！先生，据我了解，你对我们皇军并不是很忠心的。 我要不中心，我能穿这身衣服吗？不不不，你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告诉我们。比如八路军的炼金厂在哪里，黄金藏在什么地方，八路军的矿石源从哪里来，这些只要你告诉我们，我们就立刻放了两位老人家。钱二愣，当初我们舍了儿子救你，是因为。 你是一个大贵子的好汉，没想到你今天却当了汉奸，你对得起我那为女儿死的可怜的儿子吗？丹娘，住口！你别脏了我的耳朵。你要是真把我们俩当你爹娘的话。 你能看到，这是鬼子怎么对待你爹娘吗？钱二老，眼下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可你却贪生怕死，甘愿做走狗，你就不怕留下千古罪名，遭万人唾骂吗？难道你们就真的不怕死吗？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儿呀，你为娘报仇啊！爹娘，干娘，对，他就是我亲爹亲娘。 但是你没有资格喊他们，你这个叛徒！小爷，我操你祖宗！
爹，娘，爹，娘，娘，儿子对不起你，娘，娘。你们赶紧撤，现场鬼子已经全部出动了，我来拖住鬼子，赶紧去接应张政委。我现在撤什么撤呀？这山下的车里面藏有鬼子的黄金，我必须带人把他抢回来。车里根本没有黄金，真正的黄金张政委会运出城。你带上我一些人赶紧去支援张政委。混乱！報告。はい。三十二大隊で包囲した我々部隊が八条軍に包囲されました。なんだと？そんなバカな。ここの周辺を偵察済みだ。どこにも八条軍の大部隊がいなかったはずだぞ。少佐、確かに八条軍正規軍だ。兵力はおよそ一大隊。増援を出さない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よし、全員集合して増援に参るぞ。はい。想去哪儿啊？黄金在哪儿？嘿，上车。
日本にこんな小峠山がある。狐がどんなにずるくても漁師の身はごまかせない。やはり浅野軍の思う通りだな。所有人都听着，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赶紧放下武器，太君会饶你们一命的，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缴械投降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俺を言ったはずだ。戦争は男のことだ。お前はなぜわざと首を突っ込んでくる。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さすが傲慢な中国人だ。三まで数えている。ひざまずいて負けを認めんな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よな。一、二、三。動くな！動くな！貴様は一体誰だ？我就是赤金。撃つな！ハロー！全員に命令だ！撃てThank you.
现在还有没有资格说我爱你？在14年抗战中，中共胶东特委为争夺招远的黄金资源，与日军、汉奸进行了殊死搏斗，大批胶东儿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将黄金源源不断地送往革命圣地延安。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胶东特委向党中央密送黄金达13余万两，为支持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